好，大家好，我今天来录开箱文。今天是金站台北金站买这件 Snoopy 的毛衣，还有一件 Snoopy 的外套。在这里，大家看 Snoopy。好，这就来拆箱。是长这样子的。好，今天开箱我们就录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